密雾者是传说中的黑暗野兽，它徘徊于阴影之中，以幻象污染这个世界，消灭这个邪恶暗影。恩人，你们卑鄙的同类，杀害我的族人，摧毁我的王国，我要让你们体会失去一切的感受。你们没有爷，你们只不过是自取灭亡而已。来领取应得的奖励吧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鲜血的气味让灵魂骚动，所有进入黑尔海姆的人都要付出血的代价，尽管抵抗，我从不妥协。现在轮到我付出血的代价。绝不能饶了这群无赖，黑尔雅可不容许有入侵者。需要再靠近一点，我需要目标。甲板上集合，死在海上，我要先找到目标。你们全都会后悔侵犯我的国度。要付出代价。我快要失去耐心了。接受命运吧，蠢货。不，
这不可能！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是场暴风雨，没有人能抵挡大海。